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坐后面的船，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。头吧，那么他超哎，对啊，长得那么头，傻笑，你这是什么？好，没事吗？是吗？不是吧？好像不到，好像不到这里啦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船舱，小，我刚才叫小龟房，Our cabin。来，让我们来看外面。大声！屁孩新闻，请勿模仿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假装不认识。好了，没有了，这是超屁孩的。其实这个房间不算大，可是，在船上已经算对很 OK 的一个床。然后这里就是厕所长这样。哦，然后洗澡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尴尬的，其实很小哎、欸，哦，这还好，干湿分离很棒、啊。是啊，对。现在尴尬的是，我们两个都只带了一个变压器，就是豆腐头。对、啊，大头。尴尬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冲行冲用，我们要冲很多东西，哪有人在敲门？葡萄。Damn son, where'd you find this?里奥纳多啊，我等下去船头拍里奥纳多。谁呀？那是什么？船头。好屌！开得了吗？开不了吗？啊！给。You said you made it love. You wanna feel it every day. But now you're treating me wrong. 我们所有路都要尝试。哎，哪里不行吗？哎，这样吧，不然还有什么方法？Oops. 继续出去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出去，所以我们走到这里。Oh my god！ 我老掉了。到底是哪里？到什么地方一样？我是哪里？我感觉超出来了。搞不好地图在我们刚刚走的地方是打叉的。